哎呦，我打包打了一个小时排队啊，终于打包到啊我爱吃的咖喱面。哎呦，不过现在好像有点臭臭了呢 ，plus 带的有点毒素，不懂会不会刺死人呢？哎呀，不理他了，我肚子很饿啊。哎，弄了他现在去呀。爸爸，哎，爸爸，我要阿姨把路爱猪啊。是啦，肚子饿吗？不是去打包咯。你用怎么打包？哎呦，用塑料袋打包，热的很毒的。啊，打包不用 plus， 用什么？你都笑哎。用这个，你看我的电热便携便当盒。哎，这个不是那个普通的便当盒，你讲到很像厉害剑。谁跟你普通啊？这个一点都不普通啦。那这可以蒸，可以煮，可以加热，而且里面和这个304的内胆还是送给我的嘞。哇，304不锈钢等级的内胆是便当盒，又可以加热，又有盖子的，很像很厉害。啊，这个是瑞士的品牌，我在网上看过，一个哦都要200-300块，我家有4个人，一个不够，这样我至少也要买2个，两个加起来不是400-500块？我谁？我大马媳妇 Mandy 嘞，我跟你讲哈，我这边有特价哈，我买一套，他还多送一套单层的给我嘞。哎呦，买一送一呀、啊，这样。哎呀，不信哈，不信啊！导播上 catalog 来导播 ，catalog 赶快上，我要买，销量很惊人，几度断货，售空，而且顾客的满意指数呢都是 number one， 5颗星星呢，一定是5颗星星的啦！今天 happy 套组 happy 送买一送一哦，跟我一样哦，买这个双层的电热饭盒，我们送单层的给大家，而且里面的内胆呢。餐具啊，桌布啊，一样加倍送给大家，只有在播放时段，而且一点都不贵嘞。真的，外面买一套，我这边可以买2套的价钱哦。Happy 限时大折扣，全套的市价408.07，但是现在折扣超过50%，比半价还便宜，马上节省209令吉，只限播放时段199令吉而已。我跟你讲啦，煮饭可以煮到全身没有油烟哦，一定是要买2套跟优惠啊！哎，结账之前呢，输入 MID 25，再扣25令吉，平均一套只需要186令吉，50仙呢，各位。哎呦，很超值哦！拨打热线或浏览网址 www.youshow.com.my。我听过保温盒，我听过可以保温的便当盒，我是第一次听过的。哎呦，就是这个礼物要瑞士的品牌，很多功的，很简单使用的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边哦里面有那个水盒，你加到最满的那个刻度就可以了，110ml， 你不用担心水干了哦，它会有这个问题哦，因为呢它没有水之后呢，它会自动断电的，很简单，对对对。然后呢，我们套组里面呢，哈，第一层就有两个304等级不锈钢的这个容器，你把它给放下去就可以了。再来呢，哈，你看到把这个哦盖住了之后，再来呢，你再放2个哦，304不锈钢等级的这一个、哦、容器就可以了。那套组里面呢，其实呢是有标配哦，这两个盖子给你的，你不要也可以。你要蒸的时候呢，就不要把盖子给盖住 ，OK？ 你打包的时候把盖子盖住可以。之后呢，再把它给套上去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一个button按下去，灯亮了就可以。煮了，是啦、像我这样子试过哈，再教我们2大2小这样子的晚餐哈，这样子一 set 双层的跟一个单层的，马上就煮好了，50分钟，而且我身上都不会有油烟味嘞，美到很美丽哦，你看哦，这个、设计真的是很棒的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你看，哇，那个烟看到没有？
一定够热的，来，是不是？这边也是哈。对对对，你把它打开来之后呢，这个菜呢就可以拿出来一样菜，两样菜，哇，热腾腾的那个菜就出炉了啦。是，而且你不要觉得说哦，好像这个碗哈看起来很小，其实不小嘞，每一个都是500 ml 的容量哈，像我们家那两大两小这样子的话啦，我用一个单层的煮两份饭，然后呢，另外一个双层的三菜一汤刚刚好，各位爸爸妈妈，而且哦，煮了一餐饭之后哦，我身上一点油烟又没有，小孩子啊，还有老公吃到又健康又开心哦，又满意，是不是最开心的事情了？对咯，304不锈钢等级的那个哦，钢铁那嘞，就好过你用 plastic 咯，这个发热啊，你看哦，这个哈、啊。就是有 plastic 的，用 plastic 来装的话呢，预热它就会释放出有毒的物质。对，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去打包的时候哈，它底下那些油啊什么哈、啊，有的时候都融到那个你的便当盒的底啊，都软软都变形了。那个饭都已经是烂烂了了，而且它会串味啊，那个饭都烂白白了了。是，你早餐打包了之后，你下午来吃那个饭都馊鸡馊鸡啊，哎，婆姐啊，而且你都把毒素吃进去，一点都不健康哈。我们呢用这一个便携式的这个便当盒呢，它好处就在于哈、哦，它可以一层又可以两层，你呢不要自己煮的话，你去用这个打包食物，直接用内胆打包食物，然后盖起来，它食物又不会变质，这个啊。啊、对对对，这个、你看那个不锈钢的内胆呢，它又不会产生毒素什么的哈、哦。你打包食物回家直接蒸热它最安全，然后可以把这个营养都给吃进去啊。是啊，没错哦。而且呢，套组里面呢有标配哦，这个汤匙给你已经是一 set 一 set 边边给你了，你不用到处哦去找那个啊汤匙啊啊就是筷条啊这一些东西哦，不需要。套组里面呢已经是标配给你了，哦、一次过四样菜轻松出炉，特别适合那种哦还要回 office 做工的人。啊，对，因为你去到 office 哦，你要到去找那个 microwave、啊、也是很难的哦。而且每一个人 share 一样的 microwave 哦，有的人他那 microwave 用的时候还不要加盖子，然后那个汁哦喷到整个 microwave 都是你，还要把你的食物放进去，不要玩、啊。对呀、啊，而且哦 office 的那个 microwave 不可以放猪肉的哦。对对对，所以你看哦，你要两层可以，你要一层的话可以吗？可以，你要一层的话呢，这个盖子呢，直接把它给放下去。盖住就可以了，对，所以呢，各位观众，你要一层可以，你要两层也可以，可以那一层是这样子，两层是这样子，是的，看到没有？哇，很方便哦。其实我就是我们家自己家里面煮饭，我就用两层的，然后单层的我给老公带去公司，他中午的时候呢，用那一个。两个那个内胆啊，去打包食物回来公司啊，就可以用单层的把食物给蒸热，我也比较放心啦。或是我直接用那个内胆哦，做好菜给他带便当，他拿去公司蒸热就可以了。对，而且哦，你看它哦是手提式的，啊、很美丽。你拿去 office 哦，你看哦非常的方便。再来呢，你看呢它很苗条，但是并不代表它的容量不大，它容量很大，很大这边哦大概是有2公升哦，两个 liter 这样子的食物，我不相信你吃不饱了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你看到吗？那个盐。吓死人哦，真的是。那你看有没有时候在家哈，我们的就是想懒惰一下啦，不想要煮到很婆婆这样，我们想吃个dim sum哈，就可以直接这样子放糯米糕啊，放点心烧麦下去蒸一蒸，就是一餐了。对，你无时无刻吃到的那个菜肴哈，都是热腾腾的，都是热腾腾的。对对对，哈，今天哦一定要买哦，因为呢买一送一哦，买一送一，你还可以玩配色哦，各位爸爸妈妈，你看。这样子啊，配色配上去啊，都是粉色系， yeah! 是不是看着就觉得心情很好，就觉得好有胃口，好想吃吃看、啊。是，你看你可以这样子它呢，用它原本的颜色，或者是呢、像这样子 mix and match 那个它呢，也是很美吗？也是很美的。对对哎呦、真的是哦，哎呦，这个里罗耶就是很好卖哦，难怪啦、下雨天的时候、就会难免想吃一点关东煮或者是小火锅啦。对啦，你不要以为只有盖着盖子可以用，打开盖子也可以同时。加热哈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是啊，只要按它的这个加热键呢，它水就不断加热，然后我们就把清汤啦，把这个火锅料给放进去。你喜欢吃冬阴你就吃这个，就吃、这个、我要吃清汤，就这样子，可以做那个鸳鸯，这个就是和小火锅。小火锅的概念。有的时候哦，就是和下雨天嘛，天气很冷嘛，对，你又懒惰开炉灶，你在房间里面这样子开煮。是、我很喜欢它的一点呢，就是它没有油烟，
就算你煮比较重味道的食物哦，它味道也不会像你开火啦、用锅子去炒啦、去灶啊这样子的、这样子的重味道，不会的。所以就算是住公寓的人也很适合使用哦。是，你看哦，我们啊就是已经卖出了24套了，是今天要买哦，因为买这个哦，外面瑞士的品牌都200多块了，对，买这个100多块，加起来都300-400块，但是今天买一送一，这个是纪念你的，真的是很好哦。你看哦，而且哦，这个小的也是有 handle， 我们很像 sister 这样哦，很像姐妹这样哦，哎呦，很爽哎。明明人家美过你很多的。哎呀，好啦好啦好啦，你有迪罗叶才美啊，你没有迪罗叶哪里会美啦？哎，我没有迪罗叶，我就是安迪不了啦。好啦，你美啦，给你赢啦，来啦，好来，我们再来看一下。哇，下午茶时间呢，大家想说我简单蒸一个这个莲蓉包啊，简单的煮个红豆汤啊，一机搞定，一机就可以了。你看我们现在看得到的哈，就是这个单层的组合哦。下午茶时间你蒸个这个点心，对，然后我们再来配一个红豆汤，刚刚好哈。像这样如果是蒸呢，大概45分钟，30到45分钟、但是如果你要生的食物煮到熟哈，像我蒸鱼啊、煮饭这样子的话，50分钟一餐饭就搞定了。是，没错。来，简单的一盒五用重新第一电热饭盒，它是你的便当盒，它是你的微波炉，它是你的电饭煲，它也是你的炖汤锅，也是你的这个焖烧壶，一物多用。今天一个价钱，你拿回很多样东西，这一个是送给你的。特别适合呢，现在要回 office 啊，就是朝九晚五的啊，上班族，还有呢，在家里面可能要加菜，或者说一些简单的料理的朋友们，租房子的朋友也很适合哦。对啊，外面就是我们大家知道哈、好像很多这样的产品呢、到底是里面长怎样，给大家看哈。里面呢，我们就是双层，然后每一个呢都附上了这一个304等级的不锈钢的内胆哈，那这个盖子呢是方便大家拿去打包食物的时候呢，可以这样子盖上，防止它漏出来，之后就这样子放回去了这一个机器里面哈，然后再加上多一层，然后再来呢，你就把它盖起来，你就可以变成那个打包的食物了，是，对，就可以打包回去 office 啊，然后回去 office 之后呢，你再帮它里面加水。按一个按键，它就可以帮你蒸热了。是，没错。你看哦，今天哦，买一送一不够，还要再加这个送给你。哎呦，真的是很超值哦！你看哦，真的是，你看哈、第一套哈、送这个啊。送这个给你，它有这个汤匙，还有这个叉啊，你看到吗？非常非常的贴心，里面有汤匙，里面有叉，有筷子，再来呢，还有一片呢，这个呢啊抹布给你。桌布，你可以在 office 的时候呢，你如果怕桌子哈不干净啊，你要放你的餐具哈，你就可以把这个垫在你的桌子上面，然后餐具就摆上来。对，一套，还有第二套一模一样的给你，买一送一。买一送一，但是呢，只有一个价钱哦，199令吉，销量非常惊人，每一次都断货的，顾客满意指数 No.1 5颗星的评价哦。对呀、所以不要在网络上乱买哈，在我们这个大品牌哈，品质是有保障的。你看在其他的网站买哦，你买一个单层的，它就要420令吉，而且它中间呢是没有隔层的，它不是一个独立的 container 哈，味道呢会流来流去，可以。它只是隔层啊，所以它的汤汁会中间流来流去，你到最后吃到的食物都变了味道了，不划算。是啊，你看网站 X 呢，很大个，很难拿，很重，不轻巧，381令吉，单层的都345令吉，双层的也要271令吉，很贵呢。真的很贵哈、所以呢会买哦，就要买我们今天的买一送一的套组哈、在外面市价你要用408令吉才买得到。今天这一个时段只需要199令吉，你在外面买一套等于在我们Go Shop买两套，哎呦，比半价还要便宜哦。 Happy 套组 Happy 送买一送一，套组包含的双层电热饭盒，标配4个304不锈钢等级的内胆，还有一个量杯，给你3件的餐具和收纳袋，飘色的送出，还有一件超细纤维抹布，送你价值179令吉的双层电热饭盒，还有2个304不锈钢等级的内胆，还有2个量杯，3件餐具和收纳袋，不挑色的送出，还有一件超
高纤纤维抹布，送完为止，只限播放时段。其他地方找不到这样子的优惠了啦，只有在我们的 Happy Hour 呢，在 Happy Family 才有限时大折扣哦，帮您节省超过50%，只需要199令吉，但是只有在播放时段下单才有哦。手机扫扫屏幕右下方二维码也可以下单的哟。所以千万不要走乱哦，购买两套跟单呀，马上使用优惠码 MID25 再扣25令吉，平均一套只需要186令吉186令吉50仙，外面可能一套都买不到啊，立刻下单吧，大家 goshop.com.my 或者手机扫扫屏幕右下方二维码。哎呦，这个底落叶的哦，那个哦，便携电饭、电热便当盒，真的是越看越喜欢哦。Happy 妈看过焖烧壶啦、保温盒啦、便当盒，但是从来哦没有看过便当盒也可以加热的哦。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些老人家有的时候哈 啊下午要睡一个午觉，哪里有时间一直看炉火？煮完之后整个厨房油滋滋的，还要重新再抹一轮，全身上下全部是油烟味，很臭。但是用这一个呢，食材全部放下去，一个按钮咚一下，哦，它就可以轻松煮了。你呢，就是睡一个午觉，醒来的时候食物已经好了。其实你睡午觉哦，睡一睡可能都睡过笼了哈，因为呢，我们这一个50分钟就可以煮好一餐饭了咯。40令吉的折扣优惠期至2021年6月30日，需符合条规。好好待在家呢，上网选购你需要的日用品，我们GoShop全部都有，下个订单我们就送到您的家门口，十分方便又安全。带给您 The Royal 便携电热便当盒，它是瑞士45年的家电制造经验的品牌，一键操作简单快捷，蒸煮焖炖翻热无油无烟，健康又美味，厂家给您1年的保修服务，给您品质保证。最喜欢就是 Happy 套组 Happy 送买一送一啦！各位姐姐妹妹们，我们呢双层的这个电热饭盒呢，加上4个304不锈钢的内胆，总共是哦，每一个都有500ml 的，还有一个量杯，市价就要199，加上赠品呢，我们今天还要多送你一个单层的电热饭盒套组，只需要199令吉，但是只限播放时段哦。是啊，套组里面呢还有2片抹布给您哦，真的是很超值，所以要赶紧下单，一定。要现在买哦，因为我们是 Happy 限时大折扣，全套市价408令吉，但是现在折扣超过50%，节省209令吉，只限播放时段199令吉而已。199令吉就有一个单层，一个双层内，我当然是要买两套啊，买两套更优惠。记得结账之前输入折扣码 MID25 就可以再扣25令吉，平均一套只需要186令吉50仙。采用高品质304不锈钢等级的内胆，蒸汽环热加热，防溢漏的设计，还有食物均匀受热锁住营养的功能，防干烧的自动断电功能也是很棒，而且是荣获美国 FDA 的认证 BPA free 的，无毒无害，保证您吃饭吃到安全又健康。拨打热线或邮网网址 www.gosha.com.my。哇，现在销量很快哦，我们已经卖出了144套。对，特比猫我从来没有见过哦，便当盒原来可以加热的哦。其实如果和你不要用它来煮东西的话啦，你要用它来翻热充当你的 microwave 也是可以吗？而且重点是买一送一啦。在这种时代哦，你真的打包了食物回来哦，我们自己再多热一下再吃会比较安全比较健康啦，是不是？是啦，哎呦，就对比哦，你用那些 plastic 的哦真的是好太多了啦。每次哦早餐啊就是哦
啊，对对对，每次哈就是要抬火了之后啊，翻滚了又再翻滚，那个食物啊，哎呦，都已经变了味道了啦。你知道我们这样子的话是重复在吃它的加热之后的毒素吗？哎呦，你看哦，那个纸袋已经黑黑哦哦噜噜啦，油油了啦，看到那个油吗？吓死人啦，刺坏人啦，而且都变质了。所以呢，你看我们家里面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电热的电饭盒的话呢，我们直接打包回来，把那个盖子打开，看你想要吃什么，我们就直接这样子摆上去，水加进去之后呢，盖子再把它盖起来，是是是，再盖起来，然后一个按钮按下去就可以加热我们的食物了。对，你要一层可以，你不要担心说哦，我家人很多怎么办？不用担心啊，这个是双层的，你总共可以蒸四样料理，而且每一个内胆都有500 ml 这么大哦。没错啊，你要两层也可以，你要一层的话，哦，这样子盖下去，它就变一层了咯，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？很方便。是是是。而且我最喜欢的哦，是这样子煮一餐饭下来，我身上不需要有油烟味啊。好，来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要操作的方法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。这里呢你就放水就可以了啊。然后呢它有个 maximum 那个尺度，你不要呢超过那个 maximum 的尺度就可以了。它很快乐的。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哦，它这边呢每一个呢 container 呢其实呢它都是有盖子的。是。如果是你吃不完你要放进冰橱的话，你就可以盖上盖子。你不要的话就拆开来。我们环保一点啊哈。那我需要加热热度高一点的呢，像汤啊跟米饭我就会放在底层呢，然后像蔬菜呢或者是比较简单的鸡蛋啊这一些菜肴的话呢，我就会放在上层的地方哈。一样盖上盖子之后呢，我们按一个按键呢，50分钟之后我们就可以生米煮成熟饭吃饭了。对了，按一个按键灯亮了它就开始煮了，就是这样简单哦。它就很像你家里面的 mini steamer 这样子啦。如果你吃到不够好啊，你要加餐的话哦，你就用这个来买咯，用这个来蒸咯，用这个蒸。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是买一送一嘛，对，我们现在出了208套。因为很多朋友他们看我用的时候都已经一直在敲碗，Mandy什么时候给我们优惠？我就说今天这一档节目这一个小时里面你一定要下单，因为你在外面找不到这个价钱。是哦，你看哦，你要带出去试的话，哦哟，非常的新奇哦，而且它颜色很漂亮。是啊是啊，这样打开来，哇，热腾腾的食物。对对对，所以哦，你要一层也可以，你要两层也行啊。你看到吗，它下面有这个孔洞，这个蒸汽呢就是从下面这边冒出来。对，这个是两层，你不要的话你用一层也是可以的啊。它 transformer 这样，这个就是第二层，它是这个蒸汽环流的这个设计哈。我有发现，你看我的菜里面，我同时有煮鱼啦，有蔬菜啦，但是它味道不会混在一起的哦，各位。是啊，如果是哦，你想不开的话呢，你要去买这种 plastic 的话呢，你看，因为它没有单独包装嘛，我们这个是分开来的，你的菜跟饭呢是没有搂在一起的，但是这种哦，全部搂在一起的，那个饭都烂烂了，而且它是 plastic 嘞。是，而且其实呢，这个304的那一档呢，它很健康无毒。它使用上面是很安全的，不像我们如果用这个塑料剂啊，塑胶的这个饭盒去打包的话，有时候你发现你吃完饭了，发现它的底其实都已经变形了，那就是它已经受热产生毒素了，那是很不好的，吃多了你身体会生病的。得得得，你看哦，套组里面呢还有送这个给你哦，还有一片那个抹布哦，这里很好用。对对对，所以你哦，就是拿去 office 的时候啊，你不用到处去拿我那个啊，到处去找筷子、汤匙还是茶标配给你，还有块布给你抹嘴巴了啊。不过你要放桌子当抹布来用也是可以啦。是，这个时候呢，自己有一套自己的餐具是最安全的、最方便的。对对对哈，所以哦就很简单、很方便。那如果是说你不要用两层的话呢，这一个呢，那我先把这个给拿开。好，来一层也是可以的。是是是，好。所以呢，你看啊，你要单层的话呢，可以直接把它给带上去。是，就是一层了，然后呢，拆掉这个 block 了之后，你就可以轻松出门了。对，这个呢特别适合哈，你煮了可以拿去家婆家啦，或者是你在 office 的时候呢，我建议上班族哈，咱大家哈买这个单层的就可以啊。咱早起迄个 office 哦做工课是无？咱这台放伫 office， 内底迄两个碗小，咱摕去打包，打包对来佮空入去哈，佮煮好烧吼，安尼较安全啦，较袂食着病毒啦，较袂食着细菌啊，
丢丢丢啦，一层也可以啦，两层也可以啦，你买回去自己梳干啦哈。对啊，自己可以玩一下的，包括它的颜色搭配上面也是的，因为我们今天是买一套送一套嘛，两个也是可以放在一起哦 ，mix 在一起哦，很美的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是这样子之后很简单使用啦哈、哦。你看一层啊、它可以是 double decker， 这个是你的早餐，在市场上 supermarket 呢有很多速冻的饺子啊啊那个面包啊还是包子啊、都可以放进去里面的。来，我们先把它给打开，这个是一层嘛，两层，然后呢，它里面是可以放水的。各位观众哦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你不用担心，那个水哦干了之后哦，它会不会空烧？不会，不会，它的水干了之后呢，它会自动断电，所以真的是很安全哦。我们这个自动安全的设计哦，是得到认证的哈，各位爸爸妈妈。所以你看哦，你要一层也可以，你要两层也可以，因为哦套组里面有送一个单层的给你嘛，你就可以 mix and match 了。对，我最喜欢做这样子搭配的设计哦，我孩子也很喜欢。然后每次妈妈 ，I want to mix color， 对，所以你可以有两个 color，你要冰冰 color 也可以，你要 green pink color 也可以，这样子带出门。哇，感觉里面的食物会让你很开胃啊，然后你带出门去到 office， 人家也不会觉得也有带便当，你真的是很 old fashion 哦，不会，就觉得你很时尚嘞。是啊哈，所以哦要买要快哦，你看哦你要蒸什么东西呢？基本上的是不分对，你要单纯把它呢就是做一个 microwave 翻热都可以，因为有些安迪他可能呢就是不喜欢用那个 microwave 来翻热，可能就是有辐射的问题，担心有这个问题，用这个呢最好。是，这个吼，咱人若是有去做 workout 啦，去健身啦，还是咱人吼感觉伤肥，咱人爱减肥吼，爱食脆的物件吼，这台这摆一定爱买，因为咧用脆用煮的上健康，唔免煎，唔免煎，无烟，佮无油。对，吃久了你就要苗条苗条 ，slim slim 安尼啊。是啊，而且那是304不锈钢等级的，304在外面买哦，很贵的咧。但是套组里面头这四个 container 就是304的红汤嘛，好过你用 plastic 啊。对啊，更何况今天哦，咱买一送一呢，咱买双层的，爱因上咱啊单层呢，哦，这样总共就有三层，你就可以蒸六样食物，你知道吗？全家吃到多饱啊！是啊，买一。送一，买一送一，送一啊，送一，好，你可以和发挥你的小宇宙嘛。现在每个人 FMCO 在讲无聊吗？你就发挥你的小宇宙咯，你可以做这个 chocolate fondant 啊，或是 cheese pot。哦，我们对啊，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啦，啊，这个是巧克力啊，巧克力啊，啊，是，或者是 cheese 啊，这里。哦，就是你自己喜欢啊，或者是很多人喜欢吃韩国式的食物，是不是？我们炸鸡来沾上这个 cheese， 哎呦，哦哟，我们那个汽水哈，再把它配下去。哎呦，这个人生有多么的美好，这个小朋友会很喜欢啊，你不用太炉灶哦，就是把那个厨房抹到半条命，蒸的食物哦也是可以很好吃。哇，你要用来蒸，或者是要做小火锅，或者是用什么 cheese 包炖啊，啊什么啊，巴古德啊，chocolate 包炖啊，啊什么炖都可以啦。简简单单的，你给小朋友自己玩也是可以啊。他就算想要煮个面啊，哎这样子开着也是可以煮面的，小朋友自己煮他就最喜欢的嘛。对呀，而且哦是304不锈钢。等级的哦，这个 container 公公升的嘞。对，304呢，为什么它会很安全呢？因为它耐热，它又防撞哈。我们目前呢已经卖出了311套了，特别适合租房子的朋友哦。哎呦，现在很多人讲吗？不可以煎，不可以炸，没有办法回娘家，没有办法吃到家乡菜，用这个在厨房里面或者在房间里面呢自己慢慢煮，不要再用 plastic， 不要再用那种会产生毒素的容器去装了。来，你看我们今天呢，如果蒸个将军蛋呢，我们来蒸个那个糖水啦，一样都可以，这个就一个一个双层的，一个单层的就可以搞定了。我们养生啊 ，Mandy， 这个是你的。啊，这个是我的，吃了回春了。哎呦，外面像这样子一种都20-30块呀，很贵啊。我们在家自己备料啊，才多少钱？你花个像这样子蒸的话，20分钟搞定了。是啊，所以如果是你家里人的，可能一个喜欢喝红豆水，一个喜欢喝绿豆水的啊，一个喜欢喝啊福州薏米，一个喜欢喝那个番薯水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呢用这个4层的。总之呢，今天呢买一送一，送一送给大家哈，买双层的我们送单。三层的给大家，是不是？
是，买双层的我们双单层的给大家哦，但是价钱呢不用到你外面买的市价这么贵的哈，因为我们只需要199令吉就买得到，更不用说你如果输入 MID 25的话，还可以再折25令吉耶。是啊，而且哈里面的哇，你看这个是第一层嘛，而且哈下面哈有标配304不锈钢等级的 container 嘞，这个不是我们随便讲讲而已嘞，真的是304，你看哦有标配在里面，五颗星星的呢。而且呢还有盖子给你，吃不完放在冰箱，非常的方便。好，你看哦，非常非常方便。这个盖子呢，你要拆开来的话呢，也是可以啊。你就是煮多了哈，你要收进冰箱的话呢，直接这样子盖起来，放在冰箱也是可以啦。是。不过你要蒸食物的时候，记得要把这个盖子给拿掉。OK，Number one，Number two， 哈，你看。哦，真的是非常方便，非常的方便，而且哈，它是有 CLEAM 认证的哈、是我们不要说网络上好像有更便宜的哈、我在那边买那种便宜的就好了。但是便宜的东西呢，它没有保证的。我们今天的产品呢，还付给大家一年的保修服务、哦。来，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呢是这个单层的这个便携式的电热饭盒哈、之外呢还有赠品哦，再送给大家哈、是，我们再送给大家多两套的这个。对，再送给大家多两套的三件式的环保餐具，还有这一个桌布哈，你要拿来当擦嘴巴的桌布也可以，你要垫着你的餐具比较卫生的话也是可以的。是啦，买一送一，一个价钱哦，市价哦，你在外面买的话啦，至少要300-400块、而且还没有包运费。没有，我们这边呢免费货送到门，199块罢了，所以很多人都买的，销量很惊人，几度断货，顾客满意指数，哎呦 ，Number One， 五颗星星呢，五星评价呢，你再不买的话，很可能就跟上次一样售空的啦。不要再等到我们整个卖断货才问什么时候还有，什么时候。还有哈、来，你说要在其他网站买啊，其他网站也是有的哈、在其他的品牌呢，它单层它里面的内胆呢就是只有一个小小的隔片，你一边蒸它里面的汤汁就顺便流来流去哈、味道掺杂，真的一点都不好吃哎、是啊，全套的售价呢一样一样买是要408令吉，但是现在只需要199令吉，折扣超过58%，外面买一套这个价钱在购秀买两套，所以现在要下单哦。是因为在我们 Happy 套组有 Happy 送买一送一哦，你买双层的套组，我们送你单层的套组，里面都含有不锈钢的内胆哈，每一个是500ml， 还有一个量杯，另外还有一个三件组的环保餐具以及餐袋，还有一块超纤维的抹布，两个套组都是有的，所以你的赠品是加倍的，只有在播放时段才有哦。赶快买哦 ！Happy 限时大折扣，全套的市价408令吉，但是现在折扣超过50%，马上节省209令吉，只限播放时段199令吉而已。光是说烹煮的方法啦，这个套组烹煮的就是非常的健康，所以一定要一口气购买两套，在结账之前输入优惠码 MID 25，就可以再扣25令吉，平均一套只需要186令吉50仙。多功能的便当盒，不要等哦！拨打热线或用了网址 www.joshua.com.my。这个真的是很方便哦！你要把它单纯当它是一个 lunch box， 一个便当盒来用可以。是。你要把它呢，就是当成是一个的小正盒也可以。很多用途，所以很多人买哦。它不是买一套哦，它是买两套。所以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是卖出了408套，428套，各位。哎呦，听讲哈，那个导播讲哦，如果是断不了的话哦，要等很久哦。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，因为这个产品呢，就很多人喜欢，不管你是要健身。真的啦，要瘦身的，还是你纯粹要家人吃到健康的，还是工作的时候用的，都一定很实用，每天用得到的，所以不要等到完全没有了才后悔，现在马上下单。
的折扣，优惠期是2021年6月30号，需符合条规。好好待在家呢，上网选购你需要的日用品，我们 GoShop 全部都有，下个订单我们就送到您的家门口，十分方便又安全。带给您 DeRoyer 便携电热便当盒，它是瑞士45年的家电制造经验的品牌，一键操作简单快捷，蒸煮焖炖翻热无油无烟，健康又美味，厂家给您1年的保修服务，给您品质保证。最喜欢就是 Happy 套组 Happy 送买一送一啦！各位姐姐妹妹们，我们呢双层的这个电热饭盒呢，加上4个304不锈钢的内胆，总共是哦，每一个都有500ml 的，还有一个量杯，市价就要199，加上赠品呢，我们今天还要多送你一个单层的电热饭盒套组，只需要199令吉，但是只限播放时段哦。是啊，套组里面呢还有2片抹布给您哦，真的是很超值，所以要赶紧下单，一定。要现在买哦，因为我们是 Happy 限时大折扣，全套市价408令吉，但是现在折扣超过50%，节省209令吉，只限播放时段199令吉而已。199令吉就有一个单层，一个双层内，我当然是要买两套啊，买两套更优惠。记得结账之前输入折扣码 MID25 就可以再扣25令吉，平均一套只需要186令吉，50仙。采用高品质304不锈钢等级的内胆，蒸汽环热加热，防溢漏的设计，还有食物均匀受热锁住营养的功能，防干烧的自动断电功能也是很棒，而且是荣获美国 FDA 的认证 BPA free 的，无毒无害，保证您吃饭吃到安全又健康。拨打热线或邮网网址 www.gosha.com.my。哇，很多人抢哦，而且哦，一买不是买一套哦，因为买两套哦更加的划算，我们已经卖出了503套了。你真的是好，平常煮饭哦，最讨厌就煮到全身都是汗啊，然后每天光是煮三餐，现在都 stay home 啊，煮三餐都忙到没有时间了。你知道我用了这一套之后哦，他煮饭的时候我还有时间去陪我的孩子玩耍，他们多高兴，妈妈不用每天待在厨房嘞。而且哦，热热的食物哦放在里面哦，你看变形了，你看旁边那个袋子哦，都变成油条这样子啊，那是有毒的啊，那咱唔通阁加这个塑胶袋、塑料袋还要看那个煤气炉啊，真的是啊，咱能来用这个电热器哦，嗯，电热蒸煮饭盒哦，来给咱捶咱打包回来吃的物件啦，你看。我健康诶，各位，你哈看是你打包面转来啦，还是打包冬粉啦，还是你要揣一个包啊？本是真方便的，是、啊、对对对哈、啊，所以哦，你看哦，一次过哦有4样菜，又不用看炉灶哦，又比较健康，又不用那就不要用 plastic 的咯、哦，对对对啊，哈、啊啊，你看它、啊、来哦，你要煮什么菜都可以，啊、要自己下厨的话，像我这样子啦、嗯，我就是把菜、把调味都准备好，放在每一个 container 里面，每一个内胆里面哈、哦，我就放下去一个按键。50分钟，我去跟小孩子玩呢、啊，我去喝个咖啡啦，我去敷个面膜啦。50分钟之后回来，全家开饭了。嗯，对对对，而且哦，它下面哦是可以放水的，对，它有那个哦刻度哦，给你哦去放水的，是，你不用怕哦。哎呦，这样子那个水哦，如果是没有了哦，哎怎么办？不用怕，因为呢里面没有水之后哦，它会自动断电，而且基本上哦，像你这个生的食材放下去蒸到它熟哦，只需要50分钟，而且那个水量是绝对够的。是哈，而且哦买一送一嘞，哎呀这种事情哦，只有 Happy Family 会做罢了啦。啊，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可能双层的哈、哦，我家也是不够吃，哎，不用怕的，它里面内胆每一个哈都是500ml 这么大的，是，你要500ml 啊，每一个啊，你都煮一杯米，嗯、你用那个单层的来煮这一个来煮米的话，你要两份米就2杯米了。哪些另外一个双层的呢？我们3菜1汤刚刚好、嗯。对，而且你看第一层、第二层，你一次过呢可以有呢4样菜这么多，就是这样简单。你洗哈，你直接把它当成是碗来用，你就洗少一个碗。现在很多人哈还是要 work from home 的吗？有些人哈早上打包早餐跟午餐一次过的哦，对不对？所以哈就是哈，你可以呢就是你的早餐哈，如果是啊你一次过打包那个早餐跟午餐。餐呢到下午的时候呢已经是冷了，你直接放上去直接叮热就可以了。那还有呢，如果说我们现在是买一送一的套组，你想要玩颜色的变化，老公我今天给你带这样子的便当去上班哦，你去到公司插一个电
蒸一下就有热热饭菜可以吃，而且颜色这么漂亮，你看的心情都很好呢。对呀、啊，一个 button 按下去就可以煮尽天下美食。是，好，来，那我们接下来呢还可以用这一个电热器来煮什么呢？我们看看哈、来蒸个蔬菜也是可以的，然后呢底下。嗯哼，所以这个是第一层嘛，这个是早餐，这个是早餐健康餐啊。哎，我们女生健身不是最需要就是吃这样子的料理吗？嗯，再来底下呢，你加一个糖水也是可以了，清清淡淡、健健康康的身体就非常的舒服，也非常的好哦。对，你看哦，热腾腾的哦，在 office 吃最好啊，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吃哦，哎呦，这个旁边这个是西米露，对不对啊？哎呦，我最喜欢西米露了，来看一下。哦，有的时候真的简单的食物哦，在家里面自己做，因为好像叫那个 Great Food 啊，电召车服务啊，一餐都要20-30块哦，你连续吃三天，吃到你倾家荡产哦。而且它很不环保啊，它包装一层又一层，全部是塑料袋，我们真的要替我们的下一代想一想，保护地球啦，好不好？啊，对了哈，所以呢，你要哈就是把它给带出门的话，也是很简单，你吃不完。啊，你就是哈、要把它给收纳起来啊，就是放在你的厨房，起来，或是说我们这个内胆有送给大家那一个盖子啊，用那个盖子把它盖着，你要送进去冰箱也是可以的。下一餐要吃的时候拿出来，盖子打开，我们再加热。你要放进冰橱的话呢，那个 container 拿出来盖住那个盖子就可以了。嗯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甚至是呢，你要煮什么 bak kut teh 啊？一个人单人餐，一个饭一个汤的话，像这样子就是 office 打包最佳的这个 size。不要担心说，哎，会不会吃不够啊？不会的，其实呢，这一个内胆就有500ml 可以煮一整杯米，满满的。我不信连男生都吃不饱，一定吃得饱，而且会吃很撑的。对了，所以你要加什么料下去哦，都可以。热腾腾开煮，开煮给他煮，然后再加一点料下去。你看是不是很棒，很好呢？汤匙跟菜又不用到处去找哦，因为已经是标配在套组里面给你哦。不要再买那种外面的那种只是保温的效果啦，你吃到一半它冷到。完了，那真的是很浪费钱，你会觉得很心酸了。为什么我在 office 要吃冷冷的饭菜？我已经这么辛苦工作了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我们已经卖出了多少套了？多少套？现在544套了。幸好那个厂商可以再加货嘛。等一下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不然我们会对不起我们的观众朋友嘞。那那边吼，爱紧哦，即个已经卖出544套啊。那那是爱下单哦，爱即阵赶紧下单，好不？是啊，你看哦，买一送一哦，一次过呢拿到2个这样多哦，还有那个餐具给你哦，这个是很大哦。外面买这个瑞士的品牌啊，一个都要200-300块了喽。是，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看哈、如果是早餐跟下午茶的时间，我们会想吃一点面包做 sandwich 啊，或是呢我们想吃一点这种热热的 yogurt 啊，或者是蒸蛋，这些料理用这个单层呢来蒸煮一样没有问题哈、它不会变味道，味道也不会掺杂在一起。对，来，我直接可以这样子拿哈，它是3-0-4的这个不锈钢的内胆哈、它非常的安全，可以抗高温，也不会变形，所以绝对不会有毒素，我们吃的时候呢就可以非常的安心。如果要加到多热都不用怕的，甚至像生米煮成熟饭50分钟它都不会产生毒素哦。对，你看哦，这个东西它是你的便当盒，它是你的微波炉，它是你的电饭煲，它是那个炖汤锅，也是你的焖烧壶，一盒五用，一个打很多个，哎呦，真的是很方便。你要把它当成是 microwave 用的话也是可以哦、或者是说呢，你半夜你可能看球的时候，你没有可能去开锅煮的嘛， 对不对？你要加餐的话用这个，用这个很快哦。你如果是加热的话15-20分钟就搞定了，如果你是要从生的食材煮成熟的食材，50分钟就可以吃一餐饭了哈。里面呢，你拿到的时候产品呢会有这一个6个内胆在里面，单层跟双层哈。我们现在打开盖子来看一看，里面的内胆呢，你拿到的时候会长成这样子啊，它就是有附304的内胆，然后还有一个它的盖子哈，这盖子也是防热的，所以你拿这一个内胆直接去打包食物之后呢，盖子盖上。
放回去盒子，然后盖子再盖起来。对，我们要调换那个盖子的卡乐哦，也是可以的，是不是很美？这样子哦，就可以带出门了，去到哪里都是吃到热腾腾的那个食物，而且又安全、又方便又卫生啊。对呀、如果是你吃不完那个食物的话呢，你把它放在那个304不锈钢等级的内胆，然后盖上盖子，放进冰橱。第二天你要解冻的时候拿出来，再放回这个李罗亚的盖子，按电真的可以吃了。对，但是很多妈妈可能会想说，哎呦，我煮来煮去就是那几样，而且用蒸用煮的食物，我还有什么 recipe 可以煮嘞？讲到这个 recipe 哦，来，我们好贴心的为大家准备了各项的食谱哈。食谱要从哪里去找嘞？我们给大家的这个盒子上面哈，在这上面有一个二维码，儿子的地方有一个二维码，你用手机扫一下。那个食谱就会出现了。对呀、啊，你要煮什么人当鸡啦、咖喱啦，全部都有。而且他们的食谱、是时常会更新的，你不会吃到很咸的。总之就是很方便就对了。很紧张哦，现在货越来越少了。越来越少了。对，因为我们之前呢好多次哈、都是卖断货的，而补货要什么时候不知道，因为呢厂家一定要确保品质非常好才会出货给大家哈。单层的单价哦，你看到420令吉哦，而且里面那个卡榫哦，还要自己移来移去哦，它的罩还是会捞在一起的啦哈。双层的话呢，381令吉，单层345令吉，双层271令吉，最便宜也要一个200多。是啊，那我们今天呢买一送一的套组呢，原价呢也是需要408令吉的，但是在这个阶段，在这个时段，我们帮大家折价超过50%哦。现在是外面买一套等于在GO SHOP买两套，因为只需要199令吉就带走两套了，真的是很超值哦。 Happy 套组 Happy 送买一送一哈，套组呢就包含了我们的这个双层电热的饭盒，标配四个304不锈钢等级的内胆，还有一个量杯，还有三件的餐具收纳布，收纳袋不挑色的送组合，还有呢一片抹布了哈，那赠品呢就总是179令吉，我们是送完为止呢，送你一个单层的电热饭和三件的304不锈钢等级的内胆，还有一片呢，还有一个量杯，还有呢就是一模一样的，也是那个餐具到组了哈，只限播放时段。是，只有在 Happy Hour 呢 ，Happy Family 限时才有大折扣哦，市价408令吉的双套组哈，我们帮大家省超过50令吉哦，只需要199令吉就可以带回家了。快点买哦，买两套更好，使用优惠码 MID 25再扣25令吉，平均一套只需要186令吉50仙。会下单的就是现在下单呢，我们提供一年的保修服务啊，赶快 goshop.com.ny， 在货品卖完之前你可以扫扫二维码立刻下单，更快你去外面买哦，这一些哦家电的啦，如果是从买国外的话啦，没有 Siri 的，你买回来可能那个电压不安嘛，它可能用下用下哦会爆炸，而且故障了你要去找谁修，但是呢我们的呢就没有这样子的问题了，有 Siri 的认证，而且厂家给你一年的保修，现在很方便了，你要在家里面用也可以，你要带去 office 用也可以，你不用到处缴那个 microwave， 买一送一，所以已经卖出了611套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如果说担心爸爸妈妈可能有三高的问题，我们来吃这个蒸煮的食物是最好的，现在有买一送一的套组呢，就买一套送给爸爸妈妈，照顾他们的健康，我们当小孩的也安心。的折扣优惠期至2021年6月30日，需符合条规。好好待在家呢，上网选购你需要的日用品，我们GO SHOP全部都有，下个订单我们就送到您的家门口，十分方便又安全。带给您的 Royal 便携电热便当盒，它是瑞士45年的家电制造经验的品牌，一键操作，简单快捷，蒸煮慢炖翻热，无油无烟，健康又美味。厂家给您一年的保修服务，给您品质保证。
最喜欢就是 Happy 套组 Happy 送买一送一啦。各位姐姐妹妹们，我们呢双层的这个电热饭盒呢，加上四个304不锈钢的内胆，总共是哦，每一个都有500ml 的，还有一个量杯，市价就要199，加上赠品呢，我们今天还要多送你一个单层的电热饭盒套组，只需要199令吉，但是只限播放时段哦。是啊，套组里面呢还有两片抹布给您哦，真的是很超值，所以要赶紧下单，一定要现在买哦，因为我们是 Happy 限时大折扣，全套市价408令吉，但是现在折扣超过50%，节省209令吉，只限播放时段199令吉而已。199令吉就有一个单层一个双层内，我当然是要买两套啊，买两套更优惠，记得结账之前输入折扣码 MID25 就可以再扣25令吉，平均一套只需要186令吉，50仙。采用高品质304不锈钢等级的内胆，蒸汽环热加热，防溢漏的设计，还有食物均匀受热锁住营养的功能，防干烧的自动断电功能也是很棒，而且是荣获美国 FDA 的认证 BPA free 的，无毒无害，保证您吃饭吃到安全又健康。拨打热线或邮网网址 www.gosha.com.my。不要讲我跟 Mandy 没有提醒你啊，我们啊现在呢已经卖出了649套，因为单单那个 free 一打都已经是149令吉了，但是今天呢、哦、你加多20块哦，买一送一哦，当然是买哦，一两套回去啊。真的，你不管是在 office 上班的啦，你健身的啦，你怕胖的啦、哎、或是你有三高问题，你要吃健康一点，或是纯粹你要给家人孩子都用蒸煮的食物的料理，吃健康一点的，这一个套组都很适合带回家来。对、啊、你要在外面打包食物 OK 的，但是外面打包食物你们有看到吗、嗯、它装了热的东西，这个塑料袋会开始变形，会开始出现皱纹，那就表示它的毒素已经释放出来了，还要看那个 煤气炉啦，很麻烦啦，这样的食物你吃多了你会生病的啊、对呀、啊，而且、哦、这个、哦、很漂亮，有没有？这个是第一层，热腾腾的，你看它这个烟已经是冒上来了、哦、你看、哦、里面呢就有两个304不锈钢等级的、哦、这个 container， 哇，下面呢还可以放哦。对呀、啊，哎，小心小心。好，来，你看到、哦、下面呢、哦、是可以放水的、啊，它有个最小的那个刻度、哦、你放到那个 minimum、哦、就可以了，你不用担心、哦、它那个水哦，哦，热热下哦会不会坏掉啊？里面的水的不会的，它自动断电。是，所以不用担心说啊会不会睡过头啊，它干烧啊，不用担心的哈、哦嗯。来，我们看看哦，这个料理呢，它到底是应该要怎么样使用哈、哦？跟大家来示范一下哈、哦，来。来，一开始呢，你就是很简单的哈，我们把要煮的材料啊都准备好。来，我们准备生的也是可以，我都是这样子煮的。那个比较慢熟的呢，我就建议放加了水之后放在底层。来，这跟、个、这个肉类或者是汤类，嗯，好，好啊，然后呢，小心小心，第一个。嗯，比较慢熟的呢，我们就放在上层，嗯，然后再把这个盖子给盖上去，嗯，好，按下一个按键之后呢，这样子，它就可以开始蒸煮了。对呀、啊，或者是呢，你前一个晚上呢，把食材全部呢，就是先准备 好，放在冰箱，用这个盖子盖住，放在冰箱，第二天拿出来呢，定热可以吃了、哦，对，非常的方便的。嗯，是是是，你看哦，就是这样简单啊，啊，你看。就煮好了，完全不麻烦，不管是蒸肉饼啦、蒸蛋还是蒸鱼呢，它完全都是可以在50分钟里面呢让你享受到一餐美味的饭菜，一字排开，早餐跟晚餐全部都可以哦、嗯、美美的。嗯，是是是是是，好，所以、哦、我们来看一下哦，第一样菜我的早餐来了哦、嗯、或者是呢你早上、哦、要去打包时候啦，打包了你要到下午才来吃吗、嗯、对不对，这样到下午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了，把它重新再叮热就可以了。你以为像这样子很便宜啊，在外面像这样子随随便便一种啊都要十多块，40-50块没有了啦、啊、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真的是钱花在刀口上、哦、买这个买一送一的蒸煮的这个套组回去吃的又健康又省钱、哦、不要用 plastic 啦，不要用 plastic、哎、很肮脏啊，
Plastic 哦，你把毒素吃进去，然后你又吃到不健康的料理，为什么要花钱买不健康呢？我们一定要花钱买健康，好不好？嗯，是。所以哈，你看哦，很简单哦，你要呢一层也可以，你要两层也可以，一层你可以哦，像这样子盖这个，或者是盖。我们来换个颜色，让心情也换得不一样。就这样子去上班的话呢，大家心情也会觉得更美好哈。你这样子去上班很方便，中午的时候打包一个饭，然后一个汤，你就可以吃得饱饱饱了。对啦，没错啦哈。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发挥你的小宇宙，你要煮什么都可以，包括呢，你那个你要蒸你那个哈速冻点心啦，也是可以的。蒸的点心啦，是蒸比较健康。蒸的比较健康，因为它又没有油，然后你又不用放其他太重的调味料，你又不用煮到全身都是油烟，你也不用在这清厨房刷锅子啊，你就这样简简单单的蒸完一度料理50分钟，从生到熟，你就只要洗这4个 container 就够了，是不是？妈妈也很方便。是啊，汤匙啊叉全部在一set里面哦，已经是边边给你了哦。对，再加上这一个高纤维的布也是要送给大家的。对。所以大家哦要买要快哦，而且哦很多的 FMCO 哦吃肥了啊，你吃点清蒸的食物啦哈，比较清淡一点点。不要再炸、再煎、再炒了哈、我们就用蒸煮的方式、用炖的方式哦，帮自己在这段期间内补补身体哦。对呀、这个哦送给你的啊，这个 set 哦是要送给琳琅的啊，这个单程呢哦是咱的礼物呢，不是讲爱台钱买，这个是送给大家，含伊的餐具、含伊内底这个布吼，拢是爱送给大家的。是真的，你哦要煮，从主食煮到午餐，煮到宵夜，甚至煮到甜点下午茶也没有问题啊。咱安尼吼，一台都会使煮完，你一天爱食的物件，你爱食啥物，你甲煮啥物吼，佫较健康，佫无油，佫袂互你肥，佫袂互你有三高的问题啊。对啦，阿姊，你是两个container罢了，就是这样简单哦。而且吼、又不用骂厨房，骂到半条命哦。是，那唔免来洗澡卡，洗到规身躯拢油烟吼，唔免。这个越来越少了哦，听那个导播讲要送完了哦。因为赠品送完就没有了呢，吼，咱大家来下单吼，卖个想啊啦，199尔是无？咱来买一束衫都比这较贵对不？对呀、而且吼还给你一年的我人地江河，这个人家是用来卖的，那个 Deroyer 卖100-200块，但是今天吼你给我钱我都不要，我送给你啦、送给你啊，连这个餐具啊，还有它里面的这一个纤维布啊，一样也是送给大家。你刚好看过人安尼买一套啊，送其他砖头拢送好，你会无嘛？干那伫咱高下有尔，所以呢，咱卖阁想吼，即阵咱若是讲有欢喜、有买、有介意吼，爱下单，即卖都爱家己下单，好不好？好，买一送一，这个咧，人家外面卖吼都要卖到200-300块，但是是免费送给你的，对，还有两套那个餐具哦，哎呦，真的是很划算哦。外面哪里会找不到这样子的价钱？外面呢，其实呢，不用讲外面啦、我们自己勾上哦，都常常是卖断货的，好几次都是断货，然后一直催厂商，终于等到这一次补货给大家了。对呀、你看单程的市价呢，420令吉，双程381啦，345啦，最便宜那个也要271。都贵过我们的套组很多，来要看看我们的套组哈，你在外面买一套就可以在我们GO SHOP买两套，只需要199令吉就可以了。Happy 套组 Happy 送哈啊！直线播放时段才有这么多的优惠哈，画面上大家所看到的全部都可以带回家，买一送一哦。是，在我们限时大放送里面呢，帮大家节省超过58%哦，不用408令吉，我们199令吉整套带回家，一个双层一个单层的。哇，真的是后台有很多人都是买两套的 ，Two is always better than one 吗？试用优惠吧 ，MID 25再扣25令吉，平均一套只需要186令吉50分。找不到这样子的优惠啦，立刻下单 goshop.com.my 或是手机扫扫屏幕右下方二维码，就可以轻松把这个产品带回家。有的时候你只是一个人住罢了啊，或者是你家里面的就是只有两个人罢了，你用大大个那个锅来煮的话，一来呢就是塞煤气了，第二你要洗都洗到你半条命、但是这一个呢很好用，直接接上电源就可以了，而且它有4个独立分开那个304不锈钢等级的那个便当盒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食物呢汤跟汁永远是分开，不会漏轮啊，你何时何刻都能够吃到热腾腾的食物，是味道
也不会混在一起哦。那我们说讲求健康的话，现在很多人有三高问题嘛，我们多多来吃这个用蒸的用煮的食物哦，不用煮到自己全身油烟，也不用刷厨房，也不用洗锅子，而且身体的这个血管也不会阻塞哦，吃得更健康，我们的生活更有保障。对呀、啊，买给妈妈，我跟你讲，她一定会很喜欢的。你以为妈妈只要煮饭，一直煮饭煮到很爽啊？她也是会累的吗？很累啊。对呀、啊，而且现在哦，买一送一。接近200令吉啊！对呀、啊，但是现在哦，我们奶奶要送给你，而且它采用的是304的不锈钢内胆，很好用哦，要你继续留守的 Happy Family 哦，因为呢，我们很多好看哦要介绍给你的哦，记得哦，你看304等级不锈钢的这个container有四个，还有送你多两个，要买要快哦，拜拜，拜，卖过单了啊，下单了。在高速公路您都能获得免